今个改天头的莲花座座，风平浪静。但是跟同在呢，就是咩跳枪台风，慢慢的来做好耳光。这个河堤啊，就要保护，要去点么走的？这会不要忙，搞起，准备来喂这个。不能忘了。我这是临时围住，让它水满出来的时候，鱼不会跑出去。然后等台风过后，我再把它弄好。壮的。这个就没变走了，最阴面的我没变走。今天来点呢？你来到这里。我来忙起就走去了，今天都早定了。我第六点没落沙，来来喊你个。喊快，喊快，搞不动了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对。不是来试试铁的，是吧？加油，加油。加油黄罗丝啊，收黄台。等等，老板来吧。老板，加加。啊，笑死了。这两条绳子其实它也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，但是可以稍微稍微的防一下。好，现在出去了，要不然山底也经常滑坡，大家也要切记啊，做好防护。拜拜。